大家看，腰椎三四五节出压迫了神经，就会导致腰椎疼痛，连带着屁股疼、腿疼，直到脚底发麻发凉，就不要再浪费钱了。腰椎疼不用怕，一个方法在家就能做。腰椎疼怎么会有人想着去按摩，连带着屁股疼腿疼，居然还有人用偏方，听听他怎么说。腰椎疼痛擦它，腰酸腰麻擦它，连带着屁股疼擦它，腿脚串麻，走路呢像踩了棉花擦它，腰椎酸麻胀痛僵，只要费力的擦它呀就对了。在这里啊，我给这个腰椎疼痛的朋友三个提醒。第一呢，不要吞忍扛，一旦腰椎关节压迫了神经啊，后悔可就晚了。这个第二呢，腰椎间盘突出啊，还有这个腰肌劳损，腰疼连带着屁股疼腿也疼啊，它是不会自愈的，不要拖拖拉拉的不重视。第三呢，不要去按摩，也不要用民间偏方了。调理腰痛腿麻需要多少钱？1-2万？太贵了。那需要7-8千？太贵了。调理腰痛腿麻需要好几百？真的太贵了。嫌贵又嫌麻烦的朋友，刷到这条视频啊，你算是赶上了。腰椎疼痛的人呢，把嘴给我闭上，我只教你一个方法。如果你要划走啊，我也不拦着你。毕竟啊，被腰椎疼痛折磨，连带着屁股疼腿也疼的人是你，也不是我。擦擦啊，就擦擦，好不好用呢你就先试试，给自己一个交代啊。这个腰椎疼痛啊，直接用这个就这么一擦，腰肌劳损5年的，还有这个屁股也疼，连带着腿疼啊，腿麻的，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，蹲不下去的，你啊就试试它啊，好不好用呢你试了才知道。这价格也太低了吧。就按我批的就行了。你说你买不起李时珍腰椎治疗凝胶，好，为了让经常腰椎疼痛的朋友啊不再买到假货，我们直接打开了网上购买渠道，厂家发货，人人用得起，不用花冤枉钱。李时珍腰椎治疗凝胶这一次的价格呀低到不敢想，没有中间环节加价，仓库呢直接送到你的手上，发货链接呢我就放在视频下方了，点击下方查看详情吧。一看眼前这个女人叫小美，天天腰椎疼还去按摩，有一天她偷偷用了李时珍腰椎治疗凝胶，没想到啊，腰椎三四五节出压迫了神经，就会导致腰椎疼痛，连带着屁股疼腿疼，直到脚底发麻发凉。腰椎病后期拖到无法自愈，才知道原来改善起来这么简单。腰椎疼痛按摩爽，一直按摩一直爽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样啊，不仅没效果，还会越来越严重。本来只是一个腰椎的一个局部炎症，你通过按摩把这个水肿啊，还有局部的粘连啊，这个范围呢给按得越来越大了。刚按完确实是轻松不少，但是那是因为啊，咱们这个按摩呢确实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但是你的关节炎症只会越来越严重。我想给咱们的腰椎病疼痛的朋友们啊，三个提醒吧啊。第一个就是腰椎三四五节压迫神经，导致屁股疼腿疼，下肢酸麻胀痛僵，那这都不是会自己好的，咱不要拖忍扛了啊。第二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腰肌劳损，它是不会自愈的，不要拖拖拉不重视啊。第三，不要按摩，其实改善这个腰椎疼痛啊真的是不难，只需要一顿饭钱就可以，一个简单的操作啊就能顺利的给你省下几千几万，给自己一个交代。各种腰椎问题啊，就用我们的老国货李时珍的腰椎远红外治疗凝胶。腰椎疼痛5年的擦它，腰椎疼痛10年的擦它，腰疼腰肌劳损擦它，屁股疼腿疼腿麻的擦它，弯不了腰干不了活的还是擦它。你呀，不用买上太多，好不好用呢您先试一试，亲自用了再来评价，擦一擦就能快速达到腰椎深处，达到调理腰椎的效果，您先试试就知道了。他的腰椎三四五节突出，连带着屁股疼腿疼，脚底发麻发凉，上下楼梯难，走路发飘。其实啊，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，腰腿疼不用花大价钱，大家也可以试试这款李时珍腰椎治疗凝胶，专为腰椎疼痛人士研制，内含多种利腰成分，针对人体的腰椎结构研制简单，一擦一撕，持续渗透，持续温养，直接作用疼痛部位，一天一次，滋养好吸收。想要拥有试款同品的李时珍腰椎治疗凝胶，立即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查看详情，去下单吧。